热的天气下，在上环这条狭窄的普青道上却挤满了数千人。原来是支持何韵诗举行音乐会，用音乐和文化对抗恐惧和打压。音乐会现场两旁还有11家社区小店，向市民提供免费优惠、特别版商品等，以实际行动力挺何韵诗，对抗不公义。有啲价值，即系香港嘅价值，我谂我哋自己要即系坚持。咁即系面对住一啲即系唔公义嘅地方，其实我哋究竟系应该企出嚟啊，定系应该收埋咧？咁我哋就选择企出嚟咯。好想做任何事都有我自己嘅自由同埋一个权利，咁希望继续呢一个精神可以继续延续落去，亦可以保存同埋延续落去嘅。香港人撐翻香港人啫嘛，即係我哋當阿師係我哋屋企嘅隔離鄰舍，咁佢有咩嘢，咁我哋咪幫忙咯。有商鋪經理說，今次上環POHO商鋪聯合推動活動，反而令更多人認識了這個社區，當日帶動了人流有50%的增長。大紀元記者王文君、梁真，香港報導。